这个就按煮粥的那个挡住就行，煮出来的沙特别的细密。 闻起来超级香。 奶香奶香的很好吃，我想试一下我做的这个樱桃酱。 就是一大块糖。
道还是不错的。幸福。我本来还想今天带给我朋友炫耀一下我新做的果酱，嗯，准备出门了，我今天约了艾琳一起去看展览，顺便吃个东西，走啦。好闷啊。应该是在这边吧。走。哦，我以为今天风还挺大的。Thank you.
说是我今天看的那个展览，村上龙的展览拿的册子，我在做这两天的手账。看一下，这里放了一个夹页，然后今天是这面。刚刚把照片打印了一下，看是有点大了，哇，超大一页，惊喜。做好了，今天就这样子简单的写了一页。课程做一套简单的睡前冥想训练，因为我是最近才接触到这个冥想课程的，而想着正好用这个机会可以给自己培养一个定期冥想的这个习惯。因为之前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很多博主上推荐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帮助自己排解压力呀，然后去舒缓心情。因为平时我是在瑜伽课上会跟着老师做一些简单的冥想，就是课前和课后他会就是带我们去做一些思维上的放松啊那种感觉，然后每次这样子做完一套都会觉得真的是有平缓到自己的心情，然后就觉得很舒服。所以我其实也很希望自己可以在家里进行一些这样子的冥想，就是没有正儿八经做过，所以想通过正好这次了解到这个课程，可以给自己培养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这个课程是在它的那个 APP 上直接可以在这边有一个课程，然后一个加号，点加号了以后这边就有一个冥想，然后进去就有非常多的那个冥想种类，比如说有助眠冥想啊，然后午间冥想，还有一些放松身心专注呼吸不同主题的那种冥想课程。然后我之前有试过助眠，然后有试过午休，还有那种放松身心的都有试过。反正今天晚上我就想再上这个助眠冥想的 Day 3，然后在这边点进去 Day 3，就会跟着语音导师开始了。欢迎来到 Keep睡眠冥想第三天的练习，肩背部放松，双手放松，从我们的脚底升起。当它漫过你的双脚，细细感受双脚侵入这光中那温暖的感觉，它是一团轻柔的光，温暖的，它停留在你的双脚。I used to hear a simple song that was until you came along.
Now in its place is something new. I hear it when I look at you.昨天做的红豆汤还有一大碗没有喝掉，刚刚热了一下。我刚刚收到了两个巨大的淘宝集运箱，是我买的那些收纳的箱子啊什么的，正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上一条 vlog 里面有说到的那个那种亚克力的架子，可以架在那种比较空间高的柜子里面，能增加收纳的空间。感觉这个亚克力的材质还蛮好的，就不是那种有点脏脏的感觉。有一些亚克力的话它是有点发白，我觉得不好看，这个就很棒。然后这边是三个这样子的竖的架子，我想着可以放油盐酱醋的那些瓶子竖着。这个是一次性的手套，这个是我看他们网上说很好用的，想买来试试看。是一个那种可以除缝隙霉菌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先来试试看。这边还有几个，一个是这种小的冰箱食物收纳盒，这样子的收纳盒，双格的，一个盒子可以放两样东西。还有两个这样子的密封收纳罐，可以放一些那种干的调料啊，或者是什么那种谷物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个是这种可以怎么说，延长挂钩，那你晒衣服的时候可以把那个衣服错开，这样子比较省空间。还有几个是这种叠衣服的板，就你可以把衣服这样一层一层一层放进去。然后还有几件衣服，在一家店里买了好几件绿颜色的，当时看觉得都很好看，而且不是很贵，件这样子的草绿色的带领子的短袖，这样，还有一件是这样绿格纹的短袖，摸起来还挺舒服的。还有一件是有点牛油果色吧，偏黄色的一件这样子的长裙子，我觉得也可以在家穿，或者出门随便走走的时候都可以穿，比较休闲。那这条裤子也是刚刚拿到包裹了以后试上穿穿看的，是那种阔腿的那种，这样子的。非常非常松，很舒服。
那我现在就去整一下我的厨房，然后把衣服收拾一下。现在我把这些就比较滑的那些衣服衬衫什么的这样子叠在一起，虽然我叠得很烂，但是至少我下次拿的时候下面的或者上面的不会掉，它拿一件就是这样拿就可以。给你们看一下现在阶段性成果，这个上面这样是我现在想到最方便拿取的方法，因为我实在找不到适合这个深度的收纳盒，反正这个里面放的是一些不太穿的厚外套，然后但是夏天其实也可以穿，就是需要的话再拿。这些是不太好，就是有点滑的那种衬衫，然后这个下面就是裙子裤子，这下面是也是穿的不多的那种连体裤啊长裙什么的，然后这边还有一大堆牛仔裤没有整，我想把牛仔裤一起放在这个竹篮子里，然后放床头这样好拿一些。全都是我今天上午就这样了，不打算整再多，因为我中午约了朋友去吃饭，我现在打算做一个那个午间冥想休息一下，正好是13分钟，现在还来得及。这个，这是一个放在白天做的，你可以用它来进行午休，或是任何时候感到有些疲倦需要休息放松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这个冥想练习，在1到5天的练习当中学到的呼吸、身体扫描等技巧，让你在15分钟以内能够得到全身心的放松和休息。随着你的吸气和呼气，你感觉到身体变得越来越放松，你的鼻从脚掌到脚踝、小腿、大腿，动动你的手指和脚趾。当你准备好了，可以慢慢地睁开眼睛。好，出门啦。
今天太阳好，差一点漏光。我差不多收拾好要准备出门了，今天很应景的穿了一身黄。外面特别特别的晒，太阳超大，但是下了几天的雨终于天晴了，感动。那走啦。我们终于进来吃。说点的拌面、蘸面。I didn't think I was saying that.